锁地高，不要写太长，撇有粗到细，竖画在撇画收笔的地方挡住，横折不要写太宽，里面三个横连住左边的竖，要细短一点，间距要小，这个横要长一点，撇点这个要靠下一点，高低要错位，突出这个笔画，横间距内，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这向左下方斜行笔，上宽下窄到梯形，这个田第一个撇折要短小，第二个撇折稍微大一点，要大小对比，注意形态，这一个点向右，竖与竖的间距相等，横横的间距相等，这个是向右下方，则向右上方，这两个间距要离得近一点，明日字旁要写窄一点，这两个竖要长的变化，最后一个横变成提，横一横的间距就变相等，月字这个撇用竖撇，先向下垂直，横折钩，横要细，顿完之后向下垂直，顿一下勾上去，横，这两个横尽量往上面靠，这间距一样大，要小一点，下面空间大一点，上紧下松，要错位，这一上边的话慢慢往上面写，长先写撇，撇要直一点短一点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横折钩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勾上去，不要写太长，突出这个斜钩，高起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转完之后慢慢勾上去，内圆外方，两头粗中间细，撇起笔的这个横画收笔要近一点，点在这个位置，提笔完成，这个突出这个斜钩，上面突突要长，这个笔画不要写太高，